今集带大家去食人气甜品，再去深圳美术馆睇人气展览，仲有就系去新开嘅盒马。重头戏咧就系去顺哥买年货啦。乜室内可以放炮仗嘅咩？有更多嘅精彩内容，记得睇到最尾啊！最尾有个小攻略俾大家，准备好未咧 ？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， 我系余夫人，今日会带大家游深圳。今日我哋嘅路线咧就系去四个地方嘅，头三个地方就系四号线可以去到。首先就系由福田口岸出发，去到会展中心站嘅皇庭广场，然后我哋再去红山，跟住我哋就要转两条地铁线去笋江，最后回程就系翻去罗湖啦。而家系时间朝早10:17，我已经嚟到会展中心站啦。嚟到啦，好人排队啊！平时是这样的，还有这样，好可爱哦！这个，睇下有啲咩食。请问哪一个比较受欢迎？我们这个鱿鱼是原味的嘛，然后买比较多的就是二倍，但是我们二倍的话今天没有。咁我哋试下呢个咯。好的。深圳首间 Feel Feel Land 在1月13日正式开业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打卡，舒服嘞，有很多口味选择。耶，买到啦！冇错，今日咁冻，我都要食雪糕。我唔客气啦，好浓嘅抹茶味，每次食舒芙蕾都觉得好幸福。大家有冇听过一句说话？越冻嘅地方就系要食雪糕，因为雪糕唔会融。但可惜佢系融紧噶，不过佢味道系 OK 嘅。你问我系咪真系要排队买呢个舒芙蕾咧？我自己觉得，如果唔使排队，你就去食啦。终于食完个雪糕啦！食完之后而家好冻。事不宜迟啦，我哋而家要去下一站红山，唔系去 Costco 啦，而系去隔篱嘅美术馆。嗰度有啲咩好睇，一阵就知噶啦。好冻啊！今日即使落雨都蒙咗我去美术馆嘅决心。因为今日要去睇《盐田青春》，记得之前要在微信小程序预约。原本展览是到1月14日，现在延至2月25日了。我入咗嚟啦，入到嚟之后呢度咧就有啲 locker 可以俾你摆嘢嘅。太贴心啦！今晚我想饮水，好口渴嘅时候，我就见到呢嚿。
呢度有专卖纪念品嘅地方，我哋过去睇下。呢、這个美术馆都几前卫、哦。讲真，呢、這个我都几中意。哇，呢度仲有万学杯添、哦，黄沙大书签都几靓。呢度好适合打卡，家长亦都可以带小朋友隔嚟参观。嗨，终于睇完四个展览啦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咧，当然是盐田千春的电动的灵魂啦。因为这个亦都是我嚟呢个美术馆的原因之一。它就是用红线和黑线去交织成无数的平面和空间。看完这个展览啦，我哋下一站咧就是去顺江。去顺江做咩呢？就是去它的批发市场，因为批发市场咧有好多嘢卖嘅。临近新年，咁我哋咧就可以去那边看下啲年货。去批发市场之前咧，我哋就会去吃嘢嘅，因为好饿啦。一阵见。盒马终于喺12月29日盛大开业，我哋一阵可以过去睇下。呢间盒马系比皇庭广场嗰间仲大。有好多鮮花，399元一盤。個貓山王嘅榴蓮千層蛋糕49.9當然仲有麻薯同埋朱古力嘅菠蘿包啦。55.9，各式各樣嘅瑞士卷。Tiramisu 59.9，竟然唔使喺 Costco 買，喺盒馬買都得。39.9一隻，細嗰啲都係29.8。一串串食黃花魚，哇！啲海鮮多過皇庭廣場，都有啲9.9嘅石。呢個最近好 hit 㗎。哇！呢、這個正啊，花膠雞啊，椰子雞可以咁樣賣嘅海鮮湯，18.6，買咗呢份，那就得，得啦得啦，嗯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嘅午餐。最少有10隻蝦，呢度就系我啱啱喺盒马上嚟嗰度啦。螺蛳粉呢间都有好多人介绍，香人套餐2.98，有啲咩呢？自己睇下。活烤鳗鱼专门店。商人188一個套餐，呢間係麵包鋪，呢間麵包好講靚。哇，唔掂啊！好凍啊！出面今日真係今年最凍嘅一日，所以我應該要入翻去室內，或者係而家直接去批發市場。Let's go！ 原本想影多啲萬象食家呢個商場，但係行咗一圈覺得冇咩特別，決定同大家直接介紹批發市場。由地鐵站 A 出口一路向前行，便利店嘅左手邊呢個位就係個
文具批发中心啦。哟，我哋终于嚟到笋江嘅文具批发中心啦。咁除咗文具之外，其实入面仲有好多林林种种嘅嘢卖噶。咁我就会带大家逐层下，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揾到啲笋货啦。我哋一齐寻宝 ，Let's go！我發覺呢間特別多人，係一入嚟門口轉右呢一間，你睇下人山人海喎，搞到我都想入去睇下，一陣入去睇下。特價一蚊包。Hello Kitty。我呢个可以摆针钱喎，奶龙，哇，奶龙喎，当年我觉得应该要有只奶龙咯，又大又细，丰盛30蚊一本，诶，仲有呢啲喎，10蚊一本。都好多人，佢其實除咗賣新年嘅嘢，仲有一啲新年嘅食物。就咁睇咗幾間啦，每一間賣嘅嘢其實都差唔多。嗰啲燈籠咁大個嘅，嗰間屋係豪宅先可以買到。呢個係另一個款式，好可愛嘅龍啊！前面我看到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好似挺好喎。还要买一些花吗？会一起来吗？哇，会一起的什么嘞？很好看。嗯，啲好长嘅队列。平时做遮批发嗰啲，而家都系全卖新年嘅嘢，有晒价钱喎，唔使特登问，8蚊，咁有3个，超大风。我哋上2楼睇下啦，2楼系专卖文具，诶，唔系哦。2楼都有一啲新年嘅嘢卖喎，哇，好可爱喎，好多奶龙嘅利是封，系啊，嗌你嚟先，到时18蚊啫呢啲。今日我翻，今日我翻香港啦。今日小朋友新年拜年嘅时候带呢啲袋啫。10蚊5包，
買俾侄女畫畫都好，好熟嘅先。咁睇下咩嚟？超常啦！Welcome to the push game。我哋玩。家里面能到。无人机喎，99元。哇，奶龙啊！哇！哇，好多都10元，啲窗都好平，69元。它不会盖子不会掉，盖下去，承受力很好，100公斤上去都。你那个绿色那个行李是？260。这个就230。200可以吗？200我就拿走了。行吧。漫威搞笑版漫威，就是啲盲盒。咁可愛嘅呢個地球，廣州。滴滴打的，我看我下你，我们刚刚今天也拍了，他说还可以下面有点菜的。我来了，耶！成功打咗个结，下个礼拜去韩国用嘅。我总结了一些心得给大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走多几间店铺问价，由于商品没有什么价钱，最好呢就去多几间才决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一定要赶价，提议大家可以拍照去淘宝网上 check 一下个价钱。第三就是越高层越便宜，尤其是玩具。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罗湖商业城整甲，所有夾款都是100元，最后搞了3小时才搞完。今次旅程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